有地位的谈谈了。江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岳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。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，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侮辱她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她她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有地位的谈谈了。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岳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侮辱她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有地位的谈谈了。江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岳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侮辱她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有地位的谈谈了。江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岳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侮辱她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她她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有地位的谈谈了。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岳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侮辱她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有地位的谈谈了。江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岳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
你为什么要侮辱他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诋毁着唐涛了。江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约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侮辱她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诋毁着唐涛了。江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约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侮辱她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诋毁着唐涛了。江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约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侮辱她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诋毁着唐涛了。江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约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侮辱她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诋毁着唐涛了。江伯伯，霍先生来看你了。约馍，奇异果呀，你说要吃的。哎，再也拍不到了。怎么会拍不到啊？我叫成双来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拍喽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让你女儿心情不好啊？难得你女儿找到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侮辱她？人家不是爸爸妈妈生的。是那个人不识抬举，装得很有骨气，我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要，不领我的情，而且还当面